能够感应到这只角色它的深入浅出。哼，这段剪掉。三小，你要回答我，我说深入浅出那个别点进去啊。深入浅出怎样？我说我能够感受到角色的深入浅出，这句话还是比较好。三小啦，听不懂啦，看他妈什么哪个方言呐、啊？深入浅出、啊，角色深入浅出怎样？没有，我不想解释，听得懂。Okay.给他、啊，但他看起来就没版呐、啊。他有花型啊，龟甲万。你把花型、哦，你把那个花型放在哪里啊？你把花型放在哪里啊？没差，他可以不用先选啊。阿木嘛、啊，我说你刚才说他没版啊，你把那个第三只的花型放在哪里？他第二只光头一木，第三只花型呢、欸？你把它放在哪里？哦，他三个角色里面有两个版本，也是啦哈，也是啦哈。影片出去你就要道歉，说干对不起我，对不对？你手成真哦，单手不该说你没版。龟甲湾干吃酱油，没办法，你最近跟天在打哟、哦。我最近没跟他打、啊，我那支影片都上礼拜打了、啊，我、哦、都上礼拜打，对啊。就你抛弃我那一天是吗？没有啊，干有时候问中午问都没人在啊，因为你晚上要直播，但我又不想跟你直播的时候打。同一天的产物就是。好、啊，好、啊，来来，靠边嘞！啊！哎、欸，这么我岂有此理？不是，我是觉得蛮近的，为什么会掉？我盖掉，我盖了，我帮你盖，把他第一球没抢走嘛。主要控位，爱好球啊！这第一球最好盖，我没有抢走，我们两个一起盖，随便都会摸到。哎、欸，上球上球，哎、欸，看他怎么球、哦、卡住了，他怕他们一直线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腾腾跑了，你看好就好，其他人都不要顾哦。我有看，我也帮他顾了。靠北完了，帮我顾一个好球。所以这个转换，没有，还要，刚才是我晃神，我晃神发现，哎、欸，干，我人总在中间，然后我帮你顾，然后就瞬间，哦，好，我帮你顾，我们换防，我刚才一个晃神了，接到，哎、欸，好球，哎呦，靠呗，差一点，啊，位置偏了一点，好可惜，干，我想说，刚直接晃你那，差了一步啊，甘醇酱油，见到，超屁哟、哦，藤真。超阿虎！干！哇！哎呦，好险！哎、欸，藤真，收好自己的就好。藤真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最近遇到蛮多藤真，蛮聪明的，就是他每次拉后仰很远的时候，他就传掉，冲他小。好球！耶！耶！但古川最近蛮铁的。感觉提的，耶！干到，不会进哦。啊，可惜。我的哎，连续两球哎、欸，这么屌！我有预感，我们快不进了。切入，哪里切入还弹出来？系统就是说，谁都逃不过我的制裁。我不让你进。他没传到。这波盖他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、欸。哎，阿木怎么不跳他？我不知道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更表一点的藤真，他刚才那球就传掉了，就每次拉后仰他，你一个人专注顾他就好，其他交给我来处理。哦，他应该想递。哦，哎、欸，看到没？没看到他？我太远、哦，好球！我太远没办法开他。靠边嘞，水哦！哼，好险，我手比较长。哎、欸，你只是我、哦、靠位，你给我是空位。进！哎、欸，干！你刚才那球顺传的太低。对，我刚刚给你啊，本要给你，我刚才看到你就不然传给你，然后上去了。哦，我有没开大。
我斯文的，我们在这种在碎念，你知道，在碎念的时候就被偷了。我刚才看到那个什么，两只手你的时候直接穿过去，注意要空位，好球了，好球了，好球了，按好球了，这球我一定要开大把它打下来，不然他家就进化了。哼，藤正那边，藤正，不要怕、啊，你没有大局了，藤正，藤正跑嘞。藤真啊，藤真啊！吼吼，干好险！哎、欸，小心小心，超姐，小心超姐！万岁，没算到他有可能会有那个啊，有可能会有助攻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原来你进化好球啦！哎呦，哎呦，我觉得这要找一个空位，敢直接赢了十八分，我也是空位大师啊！哎、欸，怕啊，藤真！干这一幕也是很烦的啊！还吃了我跟过去了，他不会开大的、啊。我想要藤真不信的，我刚刚都跟过去了，跟你给他看。你不要跟啊！你该不要跟我那切落。我故意放空位给他，我想要看他信不信邪。敢、哦、不早说？靠呗！我刚才说藤真不信邪，好倒。篮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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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没关系啊，给他都给他，我们盖靠火锅取胜。啊！嘿不信邪。嘿你盖成真的都要这样，你都要故意好像远远的啦啊，他就会被盖，不然他每球传掉，很烦。哎，他吸血了，靠北，你要我吸过去吗？哎，不吸血，他就吸到了，水啊！他学聪明了啦，靠北哦、喔，他不出手了啦，他被我阴了三球，没进。喂，干，靠北被卡住。抢他小篮板，你有啊？靠边嘞！我不想投好运动。那时候打一打的话，不是血液冲上来，就是亢奋，直接投。哎呦，好球！没进，没进，没进，没进就补他。我骗他一个，我吃饭地掉，哎呦，没被地掉。我已经在下面等他，准备接他那一球。破灰凉，飞上天。这樱木很喜欢 catch 耶。樱木现在就 catch 跟侧补啊。哦，我们在打两场，刚我真的头好晕哦，我刚笑到头好晕。那个血，那个你知道那种还有种什么头很晕呐、啊？那种什么内功，以前那个武侠小说没有？九阳神功，然后气血逆行，然后再头晕。哦，刚才藤真好惨。喂，王牌一喽。